为你打电话了。是不是总觉得脸上的油脂太多，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而脏污老是残留在肌肤里，造成主色，毛孔粗大？想要紧致毛孔，想要水润美肌，真的一次见效。音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经过实验，最适合清洁肌肤的频率，每秒可微震200下，搭配清水所产生的流体作用力，双向旋转净化刷头，净化脸上多余油脂，代谢肌肤老废角质，紧致毛孔一次见效。使用后你会发现毛孔明显紧致，过剩油脂，脏污明显减少，几天后你会感受到肌肤变得更透亮，毛孔更加细致无瑕。从显微镜下证实，音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清洁后的肌肤完全干净，没有残妆。全新音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让你的毛孔洁净无瑕，加倍的深层清洁力，更提升保养品吸收效果，轻松解决你的肌肤问题。你这个价格，你连买到旋转的洗脸机都买不到，没错，现在洗脸机在购物台都要卖到2-3千块左右。但是在今天，你是买到正宗的音波洗脸机。哎，光朋友，你知道连音波牙刷，我也跟制作人卖过，音波牙刷我们在购物台都要卖4000块了。是，外面人家顶级的音波牙刷都要卖到6000多。为什么牙医说要用音波牙刷？因为一般的牙刷根本洗不到污垢嘛，所以音波牙刷只要轻轻带过，那个牙齿是干净又洁白，就像帮牙齿做净肤跟飞缩一样。光朋友，脸也是一样，脸更需要飞缩跟净肤。对，这一台它用不是旋转的方式，它用的是震荡，是音波的震荡。对，音波震荡的厉害就是它会把所有毛孔里面的脏污全部分子化，对，分子化全部带出来。所以你的成年老斑、你的成年老痘疤，还有那个所有成年老的黑头粉刺、白头粉刺，还有痘痘那个油有没有？全部都会清干净。没错，你只要用过一次，你就发现说你真的不太长痘了耶，对，真的也不再油了耶，而且毛孔会变小。但是我要问一下我们家。我要访问一下我们家凯文哥，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满，请跟大家讲，如果错过今天这一档，还有没有机会买到正宗音波洗脸机1470？没有，没有机会。我等一下，突然，我必须很诚实的、很认真跟大家讲，就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卖1470，是我们跟国外谈了很久，谈了1年的时间。是。那某某也希望把最低价、最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，共同就是首卖这一次，用1470的价格回馈给所有的会员。请问错过这一档，你在小区小康怎么卖？3680。3680有体验吗？没有体验，没有体验，绝对没有打折。1470绝对没有打折。所以1470是全台湾买音波洗脸机最便宜的一档。哎，这是真的，全球最便宜的，全球真的是全球，你知道吗？一台3680我都会觉得很合理。对，可是你今天到1470多少？1470，然后太夸张了。再来看一次，在外面高科技洗脸机，什么叫高科技？你一定要做到是什么？叫做音波，音波等同净肤仪毛孔飞缩系列，建议售价叫做6800。所以我讲嘛，连音波牙刷都4000多了，洗脸机但要6000多，再洗一次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家银秀孕妇来一下，孕妇，妈妈现在肚子大，好懒得洗脸哦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再上一点那个彩妆哈，你发现啊，好，粉都上去了，我帮你上快一点好了。对，然后我跟你讲。我现在晚上哈，那看球赛要帮那个巴西队加油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脸上都脏脏的，但是呢，它很简单，因为呢，你就跟一般的洗脸的这个状况是一样就好了。脸上打一点这个圈圈，然后呢，你就发现哦，你看每天洗都没有问题，你就这样撸来撸去，就这样。不管今天是口红啊，口红看，嘴巴按摩也好舒服哦。哎，我先讲哦。4万根的小指头在帮你按摩，你以前只有按摩10支，现在有4万支，哎，没错，而且这4万支是极细纤维，很柔
润，那你每一个毛是毛孔的1%，没错，所以你每一个小毛孔都有100根的极细纤维在按摩，而且你的草莓鼻哦，你可以找人家去帮你按粉刺，这样就好了哈。然后来，你就是脸上有伤口的，像有些人有痘痘，对不对？他脸上有挤过痘痘的，会有伤口的，还是你晒伤的人，他用都绝对 OK， 因为它的纤维是非常柔软。如果是旋转的，对不起，痘痘会越转越大。对，啊，如果你是毛孔的，越转越大。啊，如果你是有破皮的那个六灰，越来越多。真的，所以不要乱讲，你发现没有？洗完之后，你的皮肤的话是不会红红的，不会过敏的，对，没有拉扯。然后每个毛细孔干干净净哦。对，哎，孕妇呢？怀孕几个月？几个月？5个月啦。5个月的孕妇脸上没有一点暗沉。孕妇能做飞梭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用宝宝都丑好久哦。孕妇能够做净肤吗？不行。所以在家里居家型的飞梭加净肤就是这一台，就洗脸就好了。谢谢大家，不能再聊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有买到观众，我再强调，在外面我们将来卖个价格就是3680，3680，下个月你就买得到了。是，你要同时做到洗脸加卸妆加去角质加抛光，同时在家里可以做到居家型的飞梭加净肤，是，就是这一台，没错。先打电话进来，这台主机体验，再多送一颗头给大家，只有这一档的机会，希望你买得到，留给您打电话了。是不是总觉得脸上的油脂太多，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而脏污老是残留在肌肤里，造成主色、毛孔粗大？想要紧致毛孔，想要水润美肌，真的一次见效？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经过实验，以最适合清洁肌肤的频率，每秒可微震200下，搭配清水所产生的流体作用力，双向旋转净化刷头，净化脸上多余油脂，代谢肌肤老废角质，紧致毛孔一次见效。使用后你会发现毛孔明显紧致，过剩油脂、脏污明显减少，几天后你会感受到肌肤变得更透亮，毛孔更加细致无瑕。从显微镜下证实，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清洁后的肌肤完全干净，没有残妆。全新音波毛孔紧致飞梭净肤仪，让你的毛孔洁净无瑕，加倍的深层清洁力，更提升保养品吸收效果，轻松解决你的肌肤问题。1500，我们今天把这1500放大到像15000这么大，真的，你真的去给人家做一次飞梭，1000多块、2000多块，你还有这个术后保养的问题，没错，然后你回到家还有修护的问题，是，你真的只要用过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10天买一降级，我挑战什么？这10天你做，你会发现你的毛孔绝对缩小吗？对，没错，然后你的那个所有的出油妆啊，绝对改善，绝对改善，然后你会发现，甚至你所有的旁边的那个小细纹，甚至连拉提跟紧实都一起来，做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毛孔一缩小，你的皮就紧了，是，而且你会觉得前所未有的亮，你知道你只要用音波洗一次，代替你传统用手洗5次。是，你用音波卸一次妆，代替你传统用手卸妆卸3次。没错。所以你知道你以前就卸妆还要加洗脸，脸都越来越干。是。你用它不到30秒，脸干干净净。而且从此之后根本不要去做脸了，有没有？真的。也不要去去角质，什么都不用，在家里自己靠一台机器，不到1500就可以立刻搞定，就可以搞定了。多夸张啊！很多客人还在问，真的吗？正宗的音波有可能不到1500的价格吗？请你今天相信某某台已经相信我，我跟你讲，我必须要来。今天我们用1500价格，绝对是一个广告的回馈价。是，某某跟我们谈了很久，我们是希望用3960的价格来推出，但是某某希望用最低的价格带到最正宗的音波。所以只做一档而已。只做一档。那下个月开始，你在市场的通路呢，你可以用3960块钱买到我们这一台的音波系列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而且不会敷任何一个刷，而且没有体验哦。你先等一下，你知道我的刷头是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一个是680块，光一个刷头就680。今天是带回去2个刷头，所以你今天只要没有买到，即使你下个月去小区小康他们的新品特惠价，再怎么特惠也要3680。3680的价格是不会付你刷头，也不会再让你体验。今天一模一样的这一台，到时候几千家通都看得到的。对，一模一样这一台，我用1470搭匀，再折100块，而且它绝不伤你任何的肌肤。好了，我不能再聊了，谢谢大家，打电话进来，今天主机开放体验，在家里帮自己做飞梭，在家里帮自己做进步，最后时间留给您打电话了。Treat me like
是不是总觉得脸上的油脂太多，脸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而脏污老是残留在肌肤里，造成主色、毛孔粗大？想要紧致毛孔，想要水润美肌，真的一次见效。音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经过实验，以最适合清洁肌肤的频率，每秒可为正200下，搭配清水所产生的流体作用力，双向旋转净化刷头，净化脸上多余油脂，代谢肌肤老废角质，紧致毛孔一次见效。使用后你会发现毛孔明显紧致，过剩油脂、脏污明显减少，几天后你会感受到肌肤变得更透亮，毛孔更加细致无瑕。从显微镜下证实，音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清洁后的肌肤完全干净，没有残妆。全新音波毛孔紧致飞缩净肤仪，让你的毛孔洁净无瑕，加倍的深层清洁力，更提升保养品吸收效果，轻松解决你的肌肤问题。最新的商品在Momo，最好的选择在Momo，最自在的好生活在Momo。跟着我虞美人，每周三晚间9:20，Momo二台35频道。美人有约，生活好自在。布邦乐游网2014夏季旅展开跑喽！国内国外精选人气行程，暑假不加价。国外旅游现折3000，国内旅游现折